TSV SDT 要员身份近日身穿帅气制服在音乐节上巡逻。6月9日，韩国国军举行庆祝爱国者和退伍军人月，歌手李智英上传了在后台偶遇 V 的影片。影片中 V 主动向前辈90度鞠躬打招呼 ，V 恭敬向前辈握手，被网友大赞超有礼貌。而李智英表示，一开始并没有认出 V， 只是觉得迎面而来的是一位非常英俊的士兵。对上眼后，立刻意识到面前的人就是 BTS 的 V， 他真的太帅太绅士了。李智英还说，因为太慌张，忘记要和 V 留下合照。而这段影片也让粉丝感叹 ，V 穿的制服真的非常帅，即便只拍到背影和侧面，也帅到像在拍电影。ARMY 都在李智英 IG 上留言感谢他上传了 V 在执勤中的影片，让大家能看到他健康帅气的近况。